由《三国演义》看 ChatGPT 是星火燎原，亦是偃旗息鼓。还记得《三国演义》那部影片吗？影片中诸葛亮与旁边的随从有句对话：“丞相起风了。”在对话后的赤壁之战，火烧连传影片的一幕深深烙印在许多人心中。作者一周前的一篇文章 ，ChatGPT 未来并不可怕，不知道未来才应该害怕。热度上除了顺登热门新闻首名外，未隔几日也受到新闻媒体的采访，可见其议题却有其发酵之处。但 ChatGPT 的风向是继续吹，造成星火燎原呢，亦是会熄火而偃旗息鼓。这波 ChatGPT 的火红火热，看官读者您怎么看呢？几天前的一篇报道， ChatGPT 在国外职场上已有 68% 被用于办公室的职场上，但他的老板并不知道。我的恩师台湾科技大学专任特聘教授卢锡鹏常以阿里巴巴集团创办人马云的名义，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但大部分人死在明天的晚上。这段话阐述了产业竞争的现实，适者生存，但最适者通常由后天来看。今天同样的作者在前一篇文章 ChatGPT 未来并不可怕，不知道未来才应该害怕。该文中用来鼓励未来自己的一段话电影票中女主角郝思嘉最后的那一句话：明天又是全新的一天。该文刊登至今约略一周，一周七天中有6个明天及5个后天。这几天中，除了 ChatGPT 讨论热度变多之外，又引发哪些议题？质变引发量变，在产业生态中很常看到商品服务质变引发量变革命的例子，例如工业革命的内燃机革命，由机器取代了人力，智慧手持装置因为 App 的加值服务取代了原来的电话及电脑，而 ChatGPT 的智化引发量化现状。只有 ChatGPT 这么单纯的一件事吗？就在过去一周七天的时间内，作者所在的一个网络群组也掀起了诸多的讨论，其中的话题有 ChatGPT 对职场技能的影响，能不能产生论文，例如信度及效率，机器生成对话真实的参考性等。当然也有人讨论其未来性，此时群组中的某位传播公司专家经展数位媒体科技有限公司以作者几天前的那篇专访 ChatGPT 未来并不可怕，不知道未来才应该害怕为例，使用了另一个 AI 软体，只用了短暂的5分钟的时间，竟把那篇文章的文字内容再进一步自动搭配图片，并自动生成了一部原汁原文的推播影片。影片放映的当下，霎时群组内连作者本身及大部分的人为之一冷。此时的作者除了一阵惊讶之外，脑中也浮现了教学中以沟通效果为例的一段话：文不如表，表不如图，而一连串的图片为影片。这似乎又是另一种结合 ChatGPT 而成的飞轮 GPT 的实力。那个 Penny 的应用的界面，从 DSETC 到 GPT， 从飞轮 GPT 回到 ChatGPT， 不管是哪种 GPT， 作者认为重点在 GPT Generative Pre-Transformer 那三个英文字背后的意义，也就是说前面那个字只是应用的领域，而透过 GPT 这种技术来达到应用的实现。由于整体外在环境的变化影响到经济的个体，例如 ESE 环境保护Environmental 社会责任 S 扫手以及公司治理 G Governance 永续话题 TCFD 气候相关财务揭露 Task Force on Climate 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 在所检永续会计准则快责任投资原则 Responsible in place原则及 POB 责任银行原则 Principle for Responsible Banking 等议题都是国际间关注且正实行中的主题。以国内为例，目前已有大型企业要求其来往的金融机构在期限内需符合 SE 的适当平等才可继续往来。上述的话题就如同现在要上高速公路，没有装 TC 是上不了路的。那如果有一天 GPT 在企业间被程度性的扩大运用，而且互通的程度加强了，此时没有建制 GPT 的企业是否在业务往来上就被阻隔了？现在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很多企业在做数位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 恰巧的是数位转型的 Transformation 是否可能运用到或匹配到 GPT 的最后那个英文字 Generative Transformer， 或许有那么一种可能性。还记得在电子商务时代的 B2B B2C 及 C2C 的各种形态吗？或许在 GPT 的驱动下，另一种作者几年前注册的商标 Technical 的商业形态会生成为 T2T Transformer to Transformer 人性、人格与法律。当然科技还是要回到人性，在人文及法律上仍有许多要考虑的地方，就如同法律人所说的法条上的必要之点。
可以预期的到是未来的数位发展上，与 AI 及自然相关的议题会加速的出现。而在相关的法规上，国际上有 GDPR 及欧盟人工智慧规则草案的，而国内除了基本法的民法第18条、2271条及刑法的第27章外，另有其他特别法如个资法等也逐步的形成立法。或许哪天来了个 LOGPT 也不一定，但不可否认的是，在 AI 等人工智慧系统的发展上，就如同 AI 演算法中的一个重要的逻辑推论所需的变数定义特征值非常，可期待的是人性、权力及人格等特征值会被考虑进去。最后，您在阅读这篇文章时，您知道当下它也正被产生推论 GPT 吗？